想咬我，哼！喂、哎，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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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那我们要结束了，八岐大蛇，八岐大蛇也不过如此而已嘛，哈！这样吗？不过如此，不过如此嘛，哈！干掉你，干掉你，哦哦！不过尔尔嘛，哈！不过尔尔嘛。解决了啦！哦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时辰已到，16夜之月，现在请照月什么照亮夜空，见证我爱刀豆片斧什么？他的爱刀叫做豆片斧、哦，豆片扑诛杀魔物的一刻。他说的月亮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伊邪那岐传说中，大蛇被消灭的那晚上，正是明月高挂。我月亮吧你。啊呜！月亮。月亮出来了！哎、欸，他的宝剑什么时候变成月乎了？拿刀。刚刚不是啊？你说的事情啊！等一下。刚刚不是拿着一把木剑吗？哦，快画快画。呜、哦！哦，刚刚只是那个要画月亮哦。要干嘛？要画什么？一个圆圈圈？没有，不是。仙公，别做无聊的事啊！月亮怎么还不出来？哎、欸，画成月亮了。月亮是 C 啊，一个 C。可是它不是要那个吗？噔噔。可是不是月圆呢、啊？没关系啊。然后嘞？要是月亮就够了。画出月亮之后嘞？噔噔噔噔噔噔，要变成月乎了吗？一把木剑可以变成月乎？去了。嗯，噔噔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还开花哎、欸，还开花嘞、欸！等一下，须佐之男流七字印气，灰命又要我们来闪哦，又要闪命火回流。流哦，哎，酷哦，勇哦，纯哇，帅毙了，剩一头了，最后一头了，天宫了结他，怎么，须佐之男阻挡我了！助手波奇，此时不需要你的照顾。然后嘞，还要干嘛？阳派须佐之男流，哦，冲天七身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鬼东西啊？嘿，呜、哦，冲天七身，这次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哎、欸。哦，终于有他自己力量了，看看他等下鼓励鼓励。哇，噔噔，赢得美人归了。齐道田殿下，就像你熟知酿酒一样，剑道是我的全部，而我内心的柔弱，致使我犯下召唤魔物之过，让恶魔的耳语蒙蔽我的双眼。如今我。已再无资格握剑，于是我活在这世界上的意义也。呵呵，西藏在哪里呀、啊？又绷着张脸，跟往常一样笑笑嘛。就因为你总是这表情，才把妖怪先生吸引过来吧。噔噔噔，来下一个，小秋下一个。就像每天来帮我收大纸的时候一样笑笑嘛。点点点，我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不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哇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啊哈哈哈哈哈哈！哇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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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解决了，哦，这是什么神剑？咚咚咚咚咚咚咚！那得到神器都魔化太刀，从大蛇尾巴出现的圣剑，
长按蓄长什么按长按按键蓄力力量将敌人斩杀。哦，这时候还得有一把剑，表示还有故事，还有后面哦。对啊，所以还没有完结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事隔百年，再次苏醒的大蛇王八岐大蛇，拜在天照大神和大剑士须佐之男的手下，妖气从倒下的大蛇肉体消散后，他的身上出现了一把都魔挂太刀，这是曾经被大蛇吞下的宝剑月乎在大蛇体内重新锻炼的形态，获得新武器的天照迎接下一个冒险做好了准备，还有下一段冒险。就在这时，从死去的大蛇尸体上一股莫名的妖气朝天四散开来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当时无人知晓。漫长辛苦之路正可谓从此时开始。总而言之，神木村的妖魔之影挥之而去，迎来了暂时的和平。激动人心的冒险还未结束，后续的故事现在才开始。天公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总觉得不太过瘾啊！你就高唱一次大神殿下的胜利凯歌吧。要去咆哮了。啊呜！咆哮哦，胜利凯歌哦，我们打赢了大蛇王哦，太棒了！噔噔噔！哦，读取中。哎呦，第一章结束了吗？嗯。终于，什么东西？终于。这是牛肉吗？该来的时候，终于还是到来了。后面真的是牛肉欸，水晶球是显示牛肉欸。对啊，牛肉啊，这处于天地之间回到也无法斩断的宿命之缘。无论如何，牛肉啊，事态一触即发，速推都城。这是什么东西？ Rog Rog 就宿命。天照金虽然这次又打倒了大蛇，不过究竟下次能不能这么简单的结束呢？哦，换幕了，换幕了。哎呦，哦，月圆升起了，我们可以回去参加祭典了吗？哎呦啊，这满天的星空。说到星星，你那些分神的星座。从那之后大家都常去哪了？哎呦，烟火，哇，好漂亮哦。哦，哎，那不是玉屋大哥的烟火吗？什么？大蛇死掉的消息已经传到村子里啦。对了，祭典啊，一年一度的神木祭大家已经开始了啦。祭典到了，天公朝着神木尊速速前进吧。消息随时回去吧。故事到此，当然要保存。可以啊，不要保存嘛，再打了一次。嗯，再打什么大蛇一次哦？对啊。你要的话，我把记录档给你啦，20个记录档，你自己慢慢玩啦。啊，我已经打赢了，我已经华丽的战胜了。是这样吗？战胜八岐大蛇，太华丽了。哦耶，哦耶，我们要回村子里哦，瞬间就到村子里了。哦，参加我们的祭典，噔噔噔，那边都是人欸，人都在那里，但是好像都无眠的感觉，他们都在开心，开开心心哦，跟那个你们两个怎么在喝酒了？白狼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你来是想赶什么？想赶走自己地盘的妖怪吗？这神木祭是为了村子的守护神。从花神木展开的仪式，到时候神仙会不会把神力借给我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们怎么两个人就在这边喝酒啊？无名男哦，汪公，这些天你都上哪去了？我去斩大蛇，哎，斩大蛇！你
你知不知道须佐之男那家伙干掉了一只好厉害的妖怪啊？没想到平常见妖怪就跑的人也能干出一番伟业。今晚我们就去大剑士须佐之男，去找大剑士须佐之男喝一杯吧。是我干掉的。算了啦，我不在意啊。哎，这两个李剑。哦，你打倒了八岐大蛇守护的村子啊！光是顾自己的事就竭尽全力，没有帮到你啊！我也不期望你帮到我，嘿嘿，你不是也保护了重要的东西吗？说的也是，你保护了蛙虫仔。梅太郎，我知道你消灭了八蛇大奇啊！果然还是狗的同类对我比较好。果然不是凡人啊，当然啊，他是这么说的。不，须佐之男这次帮了我们大忙啊，有，他还是有一点用处的啦。看一下蛙虫仔，啊，虫蛙仔，哦，嘿，新刨科王小白，我决定了，以后要好好和阿准相处，因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要和阿准一起把萝卜挖个够。走，我们要去挖萝卜。等一下，那个小猎人呢？哦，在这边跑这么快很难追耶，嘿嘿嘿，跑步才不会输给你了。蛙虫仔这家伙又开始钻研刨坑了啦。论刨坑，梅太郎比阿准差得远了，我也不会认输的。诶，他还有剧情呢。其实这也是我最后一次，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同阿虫仔玩了，挑战自己为了完成梦想，我想看更加广阔的世界，然后成为须佐之男那样伟大的男人。千万不要和狗狗一起钓鱼的美好回忆，我一定不会忘的。哦，这里有那个哎，老人，那个哎，这个是谁？曲竹翁，哎，狼先生进来可好？托你的福，我的竹制品可是卖到断货了，现在正举杯庆欢庆。话说回来，每次抬头看星月，都会想起夜辉夜。狼先生，你知道辉夜吗？知道不知道？怎么可能知道辉夜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就怎么可能知道？我说吧，要是知道了才奇怪呢。哎，啥？哎，好了，算了。什么东西？我怎么知道？要是知道才奇怪呢。去刨坑，新刨坑王，刨！我才是新刨坑王小白。哎，只拿到这个而已啊。他们都在家里吗？好好的祭典，为什么会躲在家里？还是在上面？哎，家里有人吗？没有人呢、啊。调查一下，这里从里面装好酿好的酒，好香的味道啊。哎，没有人呢、啊，还是他们在上面？还是他们在那个上面？你觉得嘞？会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上去看看啊。走走。走，上去。他们应该在祭典那里吧？这里只有一些人在喝酒啊。在狂欢喝酒，喂，哦，怎么走得更慢呢？我们到寺庙看看，哦，木神祭，哎，走得超慢，又在偷台前了，走得超慢的，他走这么慢我也不是愿，不是我愿意的、啊，偷台前真是的，哦，我已经打赢八级大蛇，今天已经很满足了，哦不不不，不要一直在游了，赶快出来。是在这里，人是不是都在这里？这里有人吗？没有，只有一个开过的宝箱。哦，人在这哎，真的都在这。哦，在跳舞哎。哦，你还在跳舞哦。哦，真是可喜可贺，须佐之男能够用亲手打倒大蛇，救出齐道田，仿佛那神话在老夫面前出现一般。须佐之男那家伙只会偷懒，我还担心他坏了武士门第的名声，看来他穿起战斗服，端出那精神神情，简直就是伊邪那岐在世啊！老夫太感动了，虽然老夫也不知道伊邪那岐长什么样子。话说回来，咱们的主角须佐之男跑到哪里去了呢？没有了八折颜之酒之后作为代替，只能从什么？只能为此花大人献上花舞，糟蹋了神酒的罪魁祸首到底在干什么啊？哎，换你了啊！今年能平常爽到哎，等一下是婆婆婆婆、啊。今年能平常爽到了爷爷的舞蹈世界喜事啊！
如此一来，生木。